好多谢香港中小型企业总商会颁发呢个中小企最佳拍档奖俾香港理工大学。咁多年嚟，理大同工商界合作无间，作为世界百强嘅名校，理大有超过200名嘅学者列入全球首2%嘅科学家排行榜嘅。我哋致力于以世界级嘅研究去创新，并且推动大学同产业嘅合作，扩大研究转化落地嘅影响力。近年咧，理大好积极咁去推动创新创业，不断发展独特嘅创业生态系统 Poly Ventures， 鼓励科研人员创业，将具有影响力嘅科研成果商品化。我哋亦都为处于唔同阶段嘅初创公司提供咗全面嘅支援，包括资金、培训同埋指导。与此同时，理大亦致力于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孵化同埋培育初创企业，以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活嘅应用，造福社会。